將禮泉紀念館咧，點解叫青茂堂呢？其實好多人都唔清楚張禮泉嘅真名叫張青茂，所以我哋將。我哋呢個張禮泉紀念館咧，係將自己一班師叔公、師伯公聚埋一齊，俾人知道我哋香港仲有一個地方可以放到我哋張禮泉宗師後人或者係佢自己啲物品，有好多係師叔公啊、師伯公嘅留低俾我哋去紀念嘅，所以我特登整咗個地方叫做張禮泉紀念館。其實我哋白眉派。以我哋自己李世強施工，自己條水咧，我哋知道白眉得四套功夫，摩橋、九步推、直步同埋猛虎出林。我哋得到師叔俾我哋啲印證，或者係有個紀念性嗰啲以前啲報紙記載咧，點解為之九步推？前攻三馬，右攻三馬，左攻三馬，咁咪只叫九步啫。基本功是直步，是练自己的基本功。九步推是用手臂劲去打。摩桥是用我们的关节力去打。猛虎出笼是沉重劲去打。很多人都不清楚现在我们白眉有几套功夫。其实张禮泉宗师跟过三四个师傅学。遇到幾個名探，咁60年代，我哋所由阿顏龍師叔公所引薦去學白眉咧，嗰時一張大牛換三行，